在这个以卡为生的世界里，神之魂是至高无上的，得到它的人可以掌握颠覆世界的力量。好奇怪的卡。陈木，你现在已经是神之魂的继承人，千万要保密。你刚才的技术是不是也能做卡影啊？天哪，木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啊？究竟是谁刚刚打开了神之魂？终于找到你了，陈木。陈木，又是你。华叔，你醒醒啊，华叔。真正的三星战斗卡，不会再有人敢伤害我们了。为了荣耀，世界的秩序是由强者制定的，成败在此一举。